英式国际音标双元音 e e e 双元音 e e e 核心单词 basic words c l e a r clea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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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清楚的 w e i r d weirdWeird, weird, 古怪的 H-E-R-E, hair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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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。Hello, 各位同学好，我是中头老师 David 老师，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，也就是我们讲的双元音 ear, ear, ear。不过同学们，我们要先注意一下，在这个我们讲的双元音 ear。美式跟英式是有点不太一样的。我们知道美式有五个基础双元音，或者我们讲的双儿音，利用自然拼读规则 R control R 所控制的音节，我们可以用 A I O U 加上 R， 也就是 A R E R I R O R U R 所发出的五大双元音，五大双儿音 R A。Ear, or, ur, r, air, ear, or, ur。不过跑到英式的时候，我们并没有五大双儿音，因为英式发音是去儿化，它并没有 radix, radix 儿化音。因此，在英式时，我们没有五大双儿音，取之我们有 air, ear, ur 这三个音。air, ear, ur。 那今天要介绍的，也就是我们在教的 ear 这个音 ，ear, ear, ear。 啊，那当然这个组合是很特别。那我们可以利用美式自然拼读规则去转化一下。不过一般来说，在英式能转化的三只剩三个，也就是我们讲的 ear, ur, air。 那今天教的 ear。它有一个小小特别的地方，当我们再去念 ear 的时候，我们是 ear ear ear。 同学们，你知道这个其实是一个轻读音，比较轻轻的去读 ear ear ear。 那我们称它是一个 light 或 weak 的念法，转化成一个重音时，比较 heavy 的时候，比较 strong 时，我们是念 ear ear。耶，那注意耶是哪个符号呢？就是我们讲的 H-I-J-K 这个 J、在国际音标看到 J 的时候，它是念耶耶耶，也就是我们轻读中的耶耶耶。那注意音式是非儿化音，所以我们在念的时候是念耶耶耶，而不是念耶耶耶。如果我们是美式的 ear 的时候，最后舌头会滑动一下 ear ear ear， 音是 ear ear ear。 好，那记得我们这次是从一个短义音 slide 滑向中央元音 ea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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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ar。 那记得它可以套用 R controlR 所控制的音节来去发出这个音。那我们来配合练习一下，看着老师的嘴巴再看哦，在念 ear 的时候，喉咙稍微是有点小紧缩 ear ear ear。 那最后还是保持，因为 ear 是一个中央元音，所以嘴唇啊，嘴巴是保持一个中开哦，啊，那不要特别用力。当我们在念这个双元音的时候啊，双元音的时候是不需要特别用力 ear ear。ear， 看着老师啊 ，ear ear ear， 哦，是不是嘴巴并没有特别的特别大、特别小，就是在保持一个 neutral 啊，中央的一个自然的一个方式去发音。那如果我们是它的讲说比较重读的时候，那个国际音标中啊，长得像 J 的这个符号时，我们是念 ear ear ear， 那是一个比较强 ear ear。Yeah， 而且是单音的一个呈现方式啊。
好，那再来，我们今天最后来把这几个核心单词跟老师一起练习。我们念的 ear 这个音，核心单词 basic words c l e a r clea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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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清楚的 w e i r d weir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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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古怪的 h e r e her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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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。最后跟老师再跟读一遍 clea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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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清楚的 weir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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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古怪的 her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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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。记得最后再讲，这是利用 r control r 所控制的音节来发出来的一个双元音，希望同学们跟老师一起多加练习。